就来给大家做一期这个技能特辑的视频吧。那么，这个古迹猎人是冒险家的弓箭手，所以呢，他就没有链接技能。然后就是你现在如果去神木村，你也不能够进行自由转职，你其他弓箭手职业转不过来。好，我们再进行这个技能演示。
这个技能他按了，再按一次技能键，他就改变方向了。